你好，我是 Clement。随着我国进入报税季节，打工人士必须在4月30号或之前完成手填报税的工作。然而，如果选择电子报税 e-filing，就可以延长多15天，而自雇人士的报税截止日期则是6月30号。不过，无论是第一次报税，又或者之前已经有报税经验，在报税前和缴税后，还有一些事项是必须要注意的。纳税人在进行报税之前，必须要先准备好 EA 表格和可扣税项目的收据或者证据。如果社会新鲜人第一次报税，担心上网报税有错误的话，那么可以携带身份证和 EA 表格直接到临近的税收局办理。至于可扣税事项，纳税人可以参考大马内陆税收局日前公布的2022扣税项目列表。该份列表和往年大致相同，除了有个新增项目，那就是非商业用途的电动车充电设施费用，可享有最高2500令吉的税务减免。在完成报税后，纳税人必须要把有关报税的资料文件或扣税证据收好，以便税收局未来查询时可提出证据。纳税人在报税的时候，千万不要抱有任何侥幸的心态，或者试着钻法律漏洞，而是应该诚实报税，并做好在日后可能接受内陆税收局审查的准备。另外，可以的话，纳税人应该要尽早完成报税，这样才不会因为太匆忙而在报税过程中犯下错误。谢谢收看，我是 Clement，更多的新闻资讯报道，请继续留守陪伴着你的 TFM。